很辛苦你了，会不会为你们很辛苦？加护病房外，志工悉心关怀伤者情况，为家属打气，也送来全球慈济人的祝福。祝我家。家属收下信封，希望这份爱可以帮助更需要的人，因为志工的陪伴就是最大的支持。有昨天晚上的时候，大概有就是有八位的志工，因为有两位受伤在这边，所以我们就分成两小组，两个小组去关怀两位患者，这样。15号下午，前镇一处工地发生火警，十多人受伤，志工闻讯就分别到各医院关怀。这位先生是屏东人，置身在外，志工关怀暖了他的心。非常那种，有收到了啦，谢谢他们。安住他们心，看后续有需要，我们再做评估协助了。祝福你哦，谢谢你，用心陪伴，未来志工还会继续做他们的依靠。大爱新闻潘真正瑞平高雄报道。